想要等我们。你有四十六号线？还好不是很多，我在白发城等你。真的很夸张，我们四十六早到，第一天的时候大雨在一片，下雨下的下下的话就到了。我跟你讲啦，他往前看比你用走还要快啦。哦，对啦，一定的啦。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车在哪。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车在哪，这两边都不见了。哎，别变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打电话，他会回来接我们。他那个自驾，自驾他就会在旁边了，真的。会，他会在附近。对啊，他会在附近。彩券，我是爱买刮刮乐，买的。一样，里面有刮刮乐啊。很爱刮。我以前很喜欢刮什么的，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有附近有小那个，就是勾炸那种，这样。勾炸什么用刮的？100块。超热，跟那个夹娃娃一样。我刚刚这样。Thank you.